准备好要上台了吗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三二一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开玲。我过去在京。怎么那么难啊？谁是周开玲啊？1986年是我退休的那退伍的那一年。从头不讲退休啊，对对对，1986年的退休，开始从头。And then there are negative perceptions, things like this person is shallow. 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专案管理绝对是你值得投资，值得投资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不好意思啊，卡卡的啊。比如说，你今天点了什么？点什么？我想看 ending 什么？你今天点什么？好，重新再来一次。从写作、行销工作、公司内部管理、外部客户合作、个人品牌，这什么时候？要比一个爱心，我比一个爱心。告诉各位，我也是天后，他就会觉得哪一点这么有自信啊？说自己是天后。等一下，麦克风掉，怎么会掉了呢？我也没干嘛。柴契尔夫人是暂停，她在议会里面跟所有的男生像子弹一样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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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譬如说，没有社会这种东西，有的是男人跟女人，有的是家庭。有包括吗？有。这样也才能够带领大家往更好的方向来迈进。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？